心灵蜜豆奶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群茂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学领导先学这一点。有一篇文章说到，很多人辛勤工作多年，好不容易从小菜鸟变成老职员，接着爬升到管理阶层，却很少人仔细想过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主管。美国著名商业导师派翠克·兰奇欧尼指出啊，驱动人们成为领导者的动机主要有两个，分别是奖赏与责任。他强调，正确的管理动机应该是责任，而不是轻松有趣的奖赏。他解释道啊，以奖赏为中心的领导者会认为，作为领导者是努力工作的奖赏，所以应该是愉快和享受的。他们喜欢自由选择该做什么，并且避免繁琐和不愉快的事物。而反之呢，以责任为中心的领导者相信，成为领导者必须负起责任，这是困难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当然呢，没有一个领导者是纯粹以奖赏或是以责任为中心，我们都会为了做对的事而挣扎奋斗。但只要其中一个动机更加突出，都将对领导者及其服务的机构能否成功产生重要影响。兰奇欧尼分享，以责任为中心的领导者会更加关注团队的整体利益，致力于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。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帮助团队成员发挥潜力，并带领团队达成目标。而以奖赏为中心的领导者呢，则可能更关注个人利益和享受，缺乏对团队的全面考量。因此啊，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，关键在于拥有正确的动机，那就是以责任为核心，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去领导和影响他人，而这样才能在职场上真正发挥领导作用，并实现个人和团队的共同成功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也是一位领袖吗？在我们人生中啊，一定会有当领袖的时候，因此学习领导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啊。如同文章所说，当领袖的动机需要以责任为中心而非奖赏，也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实地带着责任感与使命感去领导团队，带来团队的成功啊。在圣经中也有一位领导以色列的女士师，名叫底波拉。在当时以色列国长期没有领袖，受到敌国常年的压制，导致以色列的官长停职，但上帝却要底波拉指派名为巴拉的勇士率领百姓出征与敌军征战。但由于敌军势力强盛，巴拉就希望底波拉陪伴他同行啊。过程中，底波拉指引巴拉设立目标，带下成全的力量，创造安全感。底波拉透过上帝的话激励巴拉，他不夸大敌人的力量，而是焦聚上帝的伟大。他用鼓励激发热情，活出榜样，使得巴拉日后成了一位信心的勇士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全他人、激励他人、影响他人的领袖。透过底波拉的故事，我们真实的看见，一个以团队、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的领袖，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力。今天，上帝也要来祝福你。当你愿意开始在你所在的环境中，可能是你的家庭，
或是在职场学业上，成为一个成全别人、激励别人，并且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人，那么你将会激励在你身边的人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活出一个卓越超凡的人生，看见人生新的可能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邀请您于 YouTube 频道搜寻心灵蜜豆奶，并按下订阅，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。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主持的早安 EasyGo 节目直播，全国广播环宇电台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。夏凯纳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。